生气，我上不去，太高了，而且也太多了。真的谢谢大家，我能再喝个水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可以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是不是里面写给的时候是泰铢啊？我就怕这个。美金。哦。这个已经够我下学期的学费了吧？开玩笑。那么下一首歌是一首在泰国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，你们知道人妖歌舞团吗？嗯，知道对吧？这首歌呢，人妖歌舞团呢喜欢拿去跳舞表演了，而且是一首闽南语歌，你们猜什么歌？烧肉粽。哦，是不是偷偷我排，偷偷看我排练呢？好，送给大家这首歌。小马仔。
甜蜜，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真的很荣幸可以参加你的演唱会，我更荣幸谢谢你，他来了，真的，没有掌声的，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很惊讶。然后当天去排练的时候，我就哇，真的很好听，排练听也好听，谢谢。对，没想到现场会更好听，你们想继续听？想继续听他唱歌吗？好不好啊？掌声大一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把舞台留给他，好不好？好，留给他来。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见你啊。